哎、欸，东西太多了，放哪里啊？是塞满了吗？这样子行吗？哎、欸，它是不是太多了？一直吐出来啊？爆了吧？欸、它合成太多会丢出来、欸，它怎么这么笨啊？你是不会合成到刚好的数量？他有点笨哎、欸，他塞满了还在合哎、欸，塞满了还在合哎、欸，怎么这么笨啊？所以那个是直接插上去就涌动了吗？啊，如果他不会喷出来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涌动啊，因为他会自动合成木精华，然后把木精华拿到上面烧，烧完之后上面机器会把原料往下送。啊嗯，啊，你那个手上那个是干嘛的？就强化它的速度吧。哦，看一下，现在的话是基础速度是这样，好放上去，会比较快吗？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要强化过啊？感觉它速度没有比较快。你说这台机器要再强化上去？我说这个板哦，哎、欸，这个是零件。哦，对，这个零件。插入后恕我直言，哦，这个是不好的。那、啊、怎么看？借我看。它上面好像是写说它是比较差的吧？垃圾的名字不知道哎、欸。它英文好像是这样写吧？我查看看。我记得它有好比较好的跟不好的。看一下哦。Oh.算了，我现在整理。恕我直言，这个是个垃圾名字，这个。嗯。是什么什么前工匠的财产，欢迎随意取用。放到不同机器中，发现它的属性或者谷歌查询。这个名字不错。嗯。这个名字不错。什么笨？笨什么？他是说他的名字不好吧？可是我刚刚装上去，他的效率也不好啊。啊，刚刚那个加速的叫什么？说羊毛符号这个、哦，阴气哦，阴结合加羊毛，好，要阴结合，好好玩哦。嗯，然后我要做柜子。如果开启后，然后用反杂抑制，你说开启红石材工作用反杂抑制吗？开启红石材工作需要红石去它的时钟。啊，他很笨啊，他就一直丢，一直做啊。你怎么这么笨啊？需要讯号才做。那我就用这个做这个来那个咯，用这个东西那个，嗯，交音器，先走了，好，拜拜。没声音了，你被静音了吗？他们没声音了，嗯，还是我可以录他们的声音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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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吵死，看。拎了啦！笨什么？你才笨！我们都笨！好讨人厌哦！来看一下哦，有什么装备的耐久度、防御率比较高的，来看看。
脉冲，脉冲做不了，脉冲做不了吗？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吵死了，吵死了！家怎么有村民啊？好吵！对啊，怎么有村民啊？吵死了！来一起看，一起读书。脉冲，我记得脉冲的啊，一起变强吧。脉冲合金在哪里？脉冲，我还没有到中介啦。哦，猫喝咖啡，感谢你那一次的那叫什么安驾？脉冲安驾，对啊。下级金属，脉冲，脉冲合金，这在哪里啊？和谐末影珍珠加充能合金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哇塞，不稳定红石加金加充能液态银石，拿荧光石拿去烧。哎、欸，好像有办法做哎、欸。我们现在做得出来。没有，就珍珠拿去烧嘛、嗯。珍珠跟铁烧一烧就有啦。对啊。对啊，珍珠跟铁烧一烧就有脉冲，不是吧？不难啊，不难啊。你说的是脉冲铁而已吧？哦，脉冲合金。对，脉冲合金是另外一个，它还要荧光石、红石。在哪里啊？它隔壁而已。大脉冲嘛，它隔壁而已。我现在是简体的，打脉冲可能会。哦，那我跟你讲一下，它要不稳定红石、金、跟液态银石。嗯，对，液态银石应该都是丢到炉子里面烧就可以融起来了吧？对对对对对，要来做吗？感觉可以耶。对啊，那我继续打荧光。荧光粉我有啊。啊啊！我这里我记得我有那个荧光石啊，看一下。在哪里啊？好啦好啦好啦，等一下啦，我找一下啦，等不及了啦。这里啦，这里有31个啦。你烧，我不敢再烧了，我好怕，我怕。我先把我的炉子里面清干净。玄钢，我要把这个收起来了。还能用的。嗯。脉冲，它复杂，我觉得它算哦好很多了、欸，好合的吧？对啊，我还能理解的地步。上小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咔咔咔。脉酸铝，好这里。十、嗯。中期熔掉荧光石吗？对啊，就是要熔掉荧光石。嗯，为什么我没看到脉冲合金呢、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在这啊，脉冲合金研磨器。末影珍珠，对啊，你不用怕了，我们有，我们有，充能合金，脉冲合金，这个，充能合金，充能合金需要银石、金跟不稳定红石，那就是银石跟红石丢拿去烧啊，丢进去，哦，简单，对啊，所以我说，这我是我能理解的，所以这简单。简单简单，就丢红石、丢金、丢荧光石，这样就可以啦、啊。他就可以拿到脉冲合金啦、啊，脉冲合金、充能合金，然后再把它加上中介珍珠，就变成脉冲的啦。嘿，就这样。嗯，以岩浆当做燃料，应该熔不了红石、荧光石。荧光石吗？
融不了吗？那就去哈基那边融啊，可以啊，荧光石融得了啊，融得了啊，荧光石我看一下，荧光石嘞，红石融得了啊，我就是看融得盘了面嘞，吧？对啊，它有那一个跑条就是融得了啊。一个专门抄，一个专门下。哎，对啊，你要不要做个喇叭？我们一起去吓人，等他们上的话。直接用炒的吗？来一些红石，来一些荧光石，啊，我还有找什五么？好了啦。还有一些黄金，好，用一一些些黄啊，倒金，多一点啊，两人一份些。的欸。你要做什么装备吗？你要做什么啊？我想做裤子吧，我鞋子我想维持它磁铁。也是呢，这你还是要修啊。要修，它有那个啊，青苔要修复啊。可是真的，如果你去，我那时候去地狱被围剿的时候，我是装备真的快爆了。那个时候再说喽，好吧，嘿。小脉而且，冲，脉冲。那我再去拿点珍珠过来。脉冲的效果，将采掘到的物品直接放入你的物品栏，什么意思？就不会喷到地上，喷到包包里，是不应该是直接掉包包里面这样吧。是？哦，我的都是我的，它呵的效呵呵，果名字。好像不错哎。应该就不会啊，放在护甲版了吧？强化0.5我是直接放在那个哎，基底，我是它基地，对啊，基底的位置，对啊，那我要放基底，因为它基底的位置防御率是50哎，对啊，那我全都要做基底，你要全做吗？对啊，因为我现在的效果本源没有用啊。嗯哼。本我源挖是起来用的干是我嘛？的，掉地上的我会吃起吸过来，也是我的，本源看通起来通干是嘛我的？的。本源，充满垃圾。哦，本源的效果好像是挖沙子用的吧？终结珍珠。就我就全部丢下去烧一烧就好啦，这样子就烧烧烧烧烧。行啊。通通烧一烧，啊，通通进去，通通进去啦，进去啦，通通烧一烧，然后它这个需要几个啊？五个，通通烧一烧，脉冲合金，然后充能合金。哦，好快哦，一个半小时就过了。真的，本来想说要去练武器等级的，结真果的一直开在始做别的事研情。究东西之后变这样子，天啊！对啊，村民吃副材料不能当主材料，村民只是凡人用的而已啊，下人用的是要哈，别的啊。用苦力怕那种有伤害性的。对，啊。我想到了，我还可怎以么做一了？个隐形的东西。什么？我因为 Tinker 有东西是引擎披风，看，哎，它装上去之后，好像你也是按那个预设那个指定的键按下去之后，你人就隐形了。哦，好像我看到那个，对，等团团上线就他们录影的时候在旁边哈他。他就奇怪怎么会走村民生？对。可是这样，你要不要先试看看隐形的效果啊？说不定嗨，手上拿东西会显示之类的。披风，灯啊，他要的材料，哇塞，金药水，很贵吗？没有，还可以，都 OK，只是麻烦了点。4个锭还不够。再来，好，再进来。去看你那个怎么。加速器，
速度升级。会繁星加很多模，不是我们家，是这个组包里面有很多。耶，脉冲合金库值完成。